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在周日的凌晨，意甲继续进行国际米兰作客挑战费伦天纳。M 直播到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。主队近况起伏不定，其中联赛已经连续三轮不胜，今次面对来势汹汹的国米，费伦天纳难逃一劫。虽然前两轮费伦天纳在欧协联表现欠佳，仅得一和一负，但至死地而后生的他们是随后两轮分别都取得大胜，目前落后榜首三分，下周中将和伊斯坦堡展开生死战，最终结果关乎出线的形势，都正是因为双线带来的体能影响，只怕合今季联赛表现难尽人意，尤其是本月接连遭到亚特兰大和拉素的零封，以及在升班马莱切身上失分，十轮过后仅得两胜四和四负即十分，这一数据创下队史近几年来同期最差的纪录。上季主力射手之一的尼古拉斯·冈沙利斯开局至今毫无射门的感觉，仅有一球的进账，基亚高莫邦拿云杜拉和列卡杜苏迪尔的状态同样甚忧，一进攻球员的状态低迷，从而导致球队处于攻不锐的困境之中，困场仅入 0.8 球，过去三轮更是两度遭到零封，近况起伏，攻守不行，上线的压力又很大，实在不看好费伦天纳金像能在主场击退来势汹汹的国米。阵容方面，中场加尔坦卢卡斯杜维尼继续伤缺，凭着两场对阵巴塞的欧冠联好成绩，令国米在四轮过后攞到七分，领先身后的巴塞三分，只要下轮对阵弱旅保持不败，就可提前从死亡之组突出重围。换言言之，压力较小，奖税可以暂时把心思放在联赛当中。意甲方面，虽然国米未有以往的咁强势，但六胜四负没有和局，亦未有令球队落后第一集团太多积分，只要后程发力冲击前四问题不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克军团今季进攻依旧颇具威胁，在拿达路马天尼斯、尼高路巴里拿和艾迪迪斯高等人带动下，每轮联赛均有入球的进账，单场达到至少两球的比赛就足足有六场，而且艾颠迪斯高作客时总有抢眼的发挥，三球均理智客场所得，波斯尼亚人今轮的表现值得期待。更加喜人的是，球队近年对阵费伦天纳颇具信心得，六次交手取得三胜三和保持不败，鉴于两队的近况，国米本轮完全有机会带走胜利。阵容方面，中场马塞路·波索域和前锋罗美鲁·卢卡古等人因伤缺阵。多谢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啦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